家里水晶鲨鱼来袭，因为蛋蛋，哇，林主任，你眼光真好呢，这个手表是上新款的对不？看在你的手，比杂志顶刊的 model 更加好看呢。嗯，还带这杂牌，上给他。咋办哦？啊，无啦，啊，我着单身狗啊，啊一个人嘛无啥物开销，我着看到这个表啊，我感觉真喜欢，我着想讲我已经做工过几啊年嘛，足辛苦啊，所以着买表啊犒赏自己。你一直甲我看，我以后拢唔敢挂。犒赏自己真好啊，那有啥物通好歹势？你是盛发的企划部主任，你绝对有这个性格。多谢副总，咱是不是会当开始开会啊？对啦对啦，对对对，咱即马马上进入主题。你即马看到的是沙拉的公司要推出的 luxury villa， 是针对富豪。量身打造的度假风奢华别墅，这是公司真看重的新 case， 所以我决定要给李经理来负责这个 case。这么重要的 case， 哪会交给我？因为你最近常常跟金字塔顶端的客户接触，我跟你真好的关系，我想你应该真了解伊的需求。所以对这个 case 嘛就有帮助啊。我是业务经理，客户不是我的专长的，我无适合，嘛无能力当遐尼重的职责。你莫因为职位就看轻你家己，即卖公司想要栽培少年一辈的人才，即卖就是上好的时机啊。我知影，你第一届负责这样大的 case， 难免会紧张，所以我就找你的好姊妹啊。来跟你斗三工，林主任、高组长，您敢愿意做伙做这个 case， 跟李经理做伙来为盛发拍拼？多谢副总给阮这个机会。啊，不过我原本业务就已经足多啊，我今日去耽误着公司，请副总再搁考虑看卖啦。这已经是我考虑再三所做的决定，我向董事长报告，我相信董事长嘛蛮有意见的。李经理，你得放手去做，我做你的靠山。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，因个家真个同款。我真正就想要把伊两个人冷调调的相片摕出来，看伊什么表情。美颜，你想怎？不。我甲玉生搁较超过，至少因两个拢无结婚，啊，我哪有资格去讲因啊？豪宅设计案，我要吃吗？待会甲副总讲一下。这届无可能啦。有啥无可能？你是感觉讲我不出嫁啊？不是，我知影你足有能力，啊，不过这届迄精品豪宅，迄成交价拢是一来一去的，我公司已经早就内定好。一个我上顶尖的设计师啊，所以讲这届哦，唔是用比较就会当解决。唔是啊，顶届我做样品屋的时阵，用成本咧做的呢。啊，至少这届我赚一块钱啊，有来有往唔才对。哦，我是真正就想要甲你斗三工的，啊，不过这届真正无法度，你莫为难我啦，好不好？顶届安迪副总咧验收样品屋的时阵，就讲后届要找我合作。即马机会来啊，你无要甲我推荐者，佮甲我讨钱？你讲是我为难你。顶届为着要互你摕到美丽家园的 case， 已经害小春去互逼走啊。即届我真正唔敢佮佮公司争取机会。讲到底哦，你完全拢是替你家己想，无咧替我设想啊。我以为你真正变啊！啊，较早我唔管做啥物代志，你拢会支持我，讲我一点成功。啊，即马咧，一直泼我冷水尔。老公话唔是安尼讲的啦。什么话唔是安尼讲？
无想要甲你讲啊，愈讲愈阿杂，我去跑步啊啦，气死！我甲你玩袂完呐！我敢真正去想着玉山的自尊心吗？我敢真正变成玉山所讲的黄脸婆？除了计较之外，一点仔情趣拢无。无缘干哪会对干哪钱啊？根本无了解我的才华，跟伊做伙啊，干哪让我愈来愈爽。我若无出来走一下，激发我的多巴胺，让我家己较快乐，我一定阿个袂喘得开。即卖我啊，那亲像关节人来个飞鸟，全身躯拢无自由。夏日的晚风啊，好啊，想小白兔，想到安尼困袂落啊。唔知啊，小白兔是不是同款嘛思念我？啊，你会当咱袂晕船啊？那成全我一个人，孤枕难眠。莫阁讲袂晕啊！伊根本是行走计算机，一点仔情趣拢无。我刚来甲伊个管理同一个房间啊，我就喘袂过啊。我即摆出来跑步啦，就敢若修理的时阵哦。我才感觉自己会当喘气，真正足可怜的嘞。那我嘛就想你耶。好，来了决定啊，我今天嘛要登陆月球去找小白兔。你等我哦，好。我今天绝对袂阁让你孤枕难眠呐，来，进起来。学校来七点零啊？刚咪是顶下甲你扫夜变态过来，我即个拍甲以后唔敢。过来，你插嘛你？你闲啊？你唔是刚咪跳拍变态啦？变态是魏云呐。就算天打雷劈，你嘛要冻在我的面头前替我冻进去。我嘛想要替你冻进去，啊！无即摆迄个境界是毁誉呐，迄核弹毁灭级的，搁再讲真话，我无穿衫裤，防御力根本是零呐。啊！是变做，是变做。梅言，你看下呗。哦。哎，真真真真。飞机，来杀老，你跳了你就死啊！嗨，文云，你哪来？梅艳，我起得您起就久诶，而且我有卡互你，你拢无接，我今日就烦恼你是不是出代志啊？我差一点仔就要报警了咧。歹势啊，我拄只挂耳机咧追剧，结果我就困去啊，我无听到电铃的声。这么晚，你无伫咧找群，你哪会来找我？啊，我早阮妈买番薯，互你食啦。我刚袂当入去。哦，会用个？哎，歹势啊，我拢无精力。
我用你来啊！哎呀哎呀，我今晚真正回小厝，无救啊！美艳，我最近真正手骨无用啊，拢袂记哩关心你。啊，拄好玉生去跑步，所以我今晚才会当再来找你抬杠。你两个时间嘛是过拄好啊，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奸情，我奈何我家己变做夹心饼干，两面不是人。哇，阿遐尼话，你还袂卸妆哦？我阁穿到遮尼水，啊，而且你阁有点那香氛蜡烛呢，我就有情趣耶。无啦，这我啥想买，我拄来咧试穿。啊对啊，我拄才伫外口的时阵，我刚刚有听到十波人的声音呢。啊，而且你这有两杯红酒，可可你不是一个人伫厝？我当然嘛是一个人，我就伫咧追剧啊。啊，两杯是因为我想要救我家己啊，所以两杯。我一概死啊死啊！哦，啊你一个水水的查某囡仔，哪会当甲厝内不搞乱七八糟？啊，就算讲你一个人住嘛，应该爱甲厝内整理好啊！你，啊你规日在创啥？今日做啥工啊？哦，真正是，这是啥啊？啊，我袂食歪事实哇！啊，你哪敢啥工做坏啦？谁敢抓啦？真正是，你做为啥？哎，臭臭的便当！哦，你美颜，你这就寒门呢？啊，你的男朋友哦，那是来引导，绝对让你惊到啦！啊，你是不要老计啦！我真是，哎呦，我就想讲，我放假才去整理啊，你莫搁念啊啦！啊，你若是袂负经理，你会当找我来斗相共啊！我逐工互阮大家哦，互面到超厉害的，这对我来讲拢是小 case。哈，啊，这粪扫互你处理哦，我替你记啥？莫过来啊！天公伯，拜托，拜托，甲我一世人好运哦，拢用咧惊你啊！千万莫互维云哦，甲这三毒拍开，甲我做伙解决啦！不是我哪会来客，哪会伫你家？煞煞去啊！今日不管我安怎变，就是在劫难逃啊！伸头一刀，缩头一刀，过去啊，我就出去森林啦。哦，微雨，你敢袂记诶？之前哦，住伫阮家隔壁迄个跟踪狂，无？我黄玉生就想讲，摕一挂旧衫给我，啊，挂伫咧阳台，会当防色狼啊。哎呀，结果就甲我的衫安尼哦，弄乱乱做伙。哦，歹势歹势，我拢无注意，啊，就歹势。歹势啦，让你看到我的内裤，形象破灭，哎，这样就继续诶。啊，我转去哦，一定会甲念诶。我洗个澡哈。哦，这里啊，好了，天晴，明天见，拜拜。